第八届本澳技术环台活动，一号早起对台中出发，展开为期十一天十暝的机车环岛追梦之旅。接近中昼的时，头站到彰化县，彰化县政府特别安排同我国小的小朋友迎接本澳技术，制作加油卡为因加油。我代表县长魏明谷特别来欢迎我们这一批不老英雄、不老骑士啊，能够迈向人生的最高峰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环岛十一天绕台湾一圈，那再次用摩托车、用轻旅行的方式来感受台湾的美、台湾的善良、台湾的热情。本澳技术欢喜经的方向环岛，估计十一月十一号返来到台中。参加的长辈骑奥特曼追求梦想，不受到年纪的限制，因的精神是值得咱少年去学习的。上最会的是87岁周邦阿公，已经第五年参加骑奥特曼环岛。77岁张王春桃，车顶看到老母的微笑，带伊做伙游台湾，非常好。哎，就是梦想成真。做一个查某囝。以后啊，我就是讲，要有该法官有讲，我要找你出来佚佗了，但是他来不及等啦。平均年龄75岁，的本澳技师纵游台湾，因本澳精神加追求梦想的热情，已经传播感动了整个社会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我们接下来。